好，如果你家里头小朋友很多的话，不要包那么多红包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出国算了啦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看年假九天哦，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度假去了。那您知道在网络上大家哦最想出国度假的地区是哪些地区呢？第一名，江江，日本。日本是很多人的首选了哦。一来呢，感觉好像日本幅员蛮广大的，很多地方可以玩，北海道玩一玩，冲绳玩一玩，东京玩一玩，大阪玩一玩，各地都蛮多的知名景点。再来呢，就是很容易去哦，你要去个九天也可以去，你要去个三五天，也很方便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日本呢是大家的首选，有20000多人都选择去日本。另外，我们带您看到美国，美国也很特别，那么远，大家愿意去哦，九天的年假。美国也是大家的选择，另外还有一个就想要到对岸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。其实呢，现在台湾老实讲，在台湾过年好像没什么年味，所以呢，你到这个中国大陆去过年，或许感受一下，看那边有没有比较有过年的感觉哦。这个中国大陆排到了最想去的第三名。再来呢，我们看到有韩国，另外有香港，另外呢像泰国哦，这个也是很多人选择的。选择泰国还有一个好办，一个蛮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去那边可能比较温暖一点，因为呢这个过年啊在台湾蛮冷的，所以呢选择一些比较热的地方去，比如说像是澳洲啊，像新加坡啊，都是一样的选择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年假九天最想出国的网路排行榜，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。